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麦块，我们今天要来挑战极限空道。Hello， 有，我是猫。今天我们两个身无分文的男人被困在了这一座啥都没有的极限空道上面。最近呢，我很喜欢看信誓旦旦他们的影片，那位叫做什么来着呢？铁蛋、鸭蛋、咸蛋啊，钢蛋。就是一个法国的小伙子，应该是说两个法国的小伙子啦。他最近挑战到一个啥都没有的孤岛上面生存整整两个礼拜。今天呢，我们也要这边给宝宝们看看，我们两个大男人在一个啥都没有的地方也能够生存20分钟。对，20分钟，20分钟。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宝宝们喜欢我们一起玩这种有趣的生存地图的话，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既然他们生存了两个礼拜的话，两个礼拜等于14天，我们来个14000个喜欢。要是今天有点喜欢的 Bob 的话，我们就邀请你一起来我们这一座岛屿上，好不好？我们看看今天这一座岛屿上面可以塞多少人。起来。好，那生存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生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树木，对不对？对。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跟这张地图。好，这张地图它的名字叫做 Unfair Sky Block， 翻成中文叫做坑爹空岛。哦、oh. 它不是一张生存地图啊，它是一张冒险图的样子。然后作者感觉起来应该也不是美国人之类，他的名字看起来很奇怪，叫做 Ratupai 之类的，听起来不像是美国人啊，我觉得啦。那就交给我麦块玩了7749年的老手来教你麦块怎么玩。哦，教你怎么在空岛上面生存。欢迎回来，我们一人规定生命只能够有3条，好不好？好吧，你现在生命下有2条。OK， 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冷静点，冷静点。首先，如果我们两个人被抽到孤岛上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要彼此信任，好吧？彼此信任。你相不相信我这个麦块已经完了？等一下，哎，干什么东西？我不要接第三人称了，好容易做到人哦。我们有了彼此的信任之后，我觉得第一步应该是先打木头。对，箱子上面写说这个是我们的道具。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好，啥都不，你去拿。啊！你去哪啊？你忙？我不知道。你这一条命。好，我们没有道具，打开箱子。哦 ，OK。不愧是坑爹地图啊！干嘛？互相信任，这是我们的第一条，还记得吗？OK，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OK， 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要先想办法打木头，有了木头之后，我们才能够。哎，啥？嗨，吓到我了啦！什么地图啦？哎，你没有生病嘞，你要续关，你要投10块钱才能够续关，你现在欠我10块哦，好吗？哇 ，OK，This is bad rock， you can't break it。你知道在前一阵子的时候，麦块台湾区啦，台湾区有一个算是小小的，算是都市传说吗？应该不算是都市传说。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位 YouTuber 啊，他就是做了一个算是恶搞影片吧。他就是说，你用金镐附魔255个，好像是效率的样子，你可以把基因给敲爆。真的假的？假的，那是他自己做的那个资源包，就还蛮酷的。好，然后就有一大堆的小朋友就觉得，哦，是真的，是真的。好，所以箱子里面没有东西，然后这个是哈，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木，哦，可以，上面有个奇怪的空间，上面有个压力板，所以如果我们先做个合成台吗？还是我们要先有种子？我们要种子，可是如果有种子的话，我们没有泥土嘛，对不对？对，不能种。对，但是问题它不喷种子怎么办？哇，有种子，好。羽毛，你知道草地什么颜色的吗？干嘛？我只是问一下而已。没事，我想揍你。我只是想说，我们没有泥土的话，我们是可以种在绿草上。等一下，干嘛？是，你想干嘛？哇，好想揍人哦！我还有2条命，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OK， 我们的生存才刚开始，我们的生存才刚开始，干嘛？不能掉下去了。OK， 去捡。对，干嘛？我发现我们好像不会扣血，是吗？对不对？对，等一下啦，哭，等一下，你想下去是不是？没有，没有。那箱子可以敲爆吗？我试试看啊。好。李修，这应该是有一个结束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下去，或者是丢东西下去，它会长出树。我先把上面这两个敲爆，好。所以敲中间的一个，我们会被传送到一个奇怪的空间，然后对，它变成，它
别的鸡，所以我没有办法敲它。哦，这个牌子是可以敲下来，我们敲下来好了，有什么东西通通敲下来。好，我们现在身上有的东西呢，有一个箱子。那如果你干嘛？敲作者？可恶可恶！可恶！想干嘛？想干嘛？想干嘛？OK OK， 所以我们可以跳上去，然后作者在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怎么了怎么了？互相信任，好吗？我先打个字，我先打个字。这个是我们的小岛，我们也要让它稍微温馨一点点。完成。好可怜啊！好可怜啊！互相信任，对吧？互相信任啊！哦，够了！我要干羽毛。等一下，这到底要怎么玩啊？好，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们现在身上有的东西有树苗跟三个原木，我们要稍微推进一下这张地图了。所以作者是啊，把它弄好了。我现在有这个了，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好，哇！你把这个虚拐要再投十块哦，那个20块喽。行，没问题。然后把东西放进去，把东西放进去。宠物性紫金方块是这个可以使用了啊。顺带一提哦，作者把我们就是重生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模式就是这个模式，就是生存模式，我没有办法放它，它应该要在创造模式的时候才能够放。对，所以我们有一颗 TNT 树苗跟橡木原木，我不太确定。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要合成成合成台？我们先合成成合成台好了，好不好？啊，好。那我先把一些素材，吓我一大跳。我先把一些素材，不，我先把一些素材放进去。好。然后我先使用一个，我先使用一个就好。嗯。然后做一颗合成台出来，我有合成台了，放在这里好了。行。好，没问题。就像是一个家了，就像是一个家了吗？好挤哦。Okay, 所以接下来，这里有透明方块哎。什么？透明方块？哦，前面有一个压力板啊。我是啥？为什么会有压力板？它什么时候出现的？对啊。OK 啊 ，OK，OK，、okay, 可以慢慢走过来，可以慢慢走过来。好好好，周街，周街可以直接走过来，直接走过来就行了，直接走过来，直接走过来，不用蹲了，不用蹲，怕我直接走，不要怕。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干嘛？我踩了，如果这次错怎么办？我不知道。踩了，踩了。哪里？先闪一下。哪里？啊？有个门，有个门。不是只是一个空岛而已欸，哦、OK 这个是颠倒的意思还是只说我们要跑，好酷哦，我以为这只是一张空岛地图欸，对啊对啊OK 行、我往里面走 OK 什么 OK 中间的门 OK 什么中间的什么哎呦蛤回来了鬼打墙 Oh no 哦鬼打墙什么要往后走是不是我看到我自己被鬼打墙欸对哦所以往回蛤回走蛤蛤这什么地方我要怎么回去我要怎么继续生存我们的模式我们的模式被冒险了被改了、欸、对对对行还是这样没有东西啊、OK 我在想木门后面会不会有东西没有OK 等一下就动吧等一下什么下面的空间它的它的门是关起来的对 OK 所以第三扇呵我注意到上面有名字My YouTube 原来是 YouTube 吧这颜色是不是有点啊我还以为是可以过去的那种这让我想到我之前玩的那一张 SCP 的地图一样的很快你有注意到吗的颜色不会是影子之类的哦进来哦好啊我们现在空岛有厕所啦耶、yeah. 我的厕所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会帮我们改模式欸所以他模式是正确的 OK 可以呼嚓我保底所以我们刚刚是在哪里看到的、啊、我们刚刚是在第二间这里对阴险不能碰是不是不能碰这个拉杆好再找找看还有什么东西吗它的墙壁也许跟我们之前玩的那张 SCP 很像我没有跟你玩了、啊、我是跟巧克力玩的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
东西，真的暴走。这一条啊，找到了一颗 Infinitum 的石头，无限宝石吗？无限宝石吗？是无限宝石吗？太可怕了吧 ！OK， 好，我有找到一颗无限宝。哇，这个无限宝石干嘛？对啊，干嘛？还是就可以过那个地方了？过哦，你说过去吗？我要举着无限宝石，跟我走，靠你了。穿梭时空，蓝色是哪一种啊？我忘记了、欸，我也不知道。哎、欸，没有用啊，没有用。我花斗，好，我觉得我们要回去。好，我觉得我们要回去，还是可以合成之类的。合成有没有可能啊？好，我要回去了。好，黑熊 ，Go， 好，回来了，回来了，耶、yeah ！是谁偷到了我们箱子的位置？是谁？啊？是谁？羽毛，你站这里仔细观察一下，我帮你看。哎、欸，你是什么？是沙诺是偷偷动了我们的箱子吗？我们有两颗无限宝石嘞，黄色是代表什么？黄色是代表什么？呵，我现在有两个项目，你觉不觉得是要丢到那个？你觉不觉得是要丢到那个木板上面啊？就是压力板上面，它有触发什么东西？我试试看哦。好，嘿。他超级没丢到、啊，他到了虚空，很难欸，你试试看，你试试看，讲的好像很厉害一样，讲的好像很厉害一样，来啊，先这样啊，先这样嘛，先这样，对不起，你有几个啊？我没有几次机会啊？会不会卡关啊？来喽，又来喽，行、哦，差一点，差一点，我没了，我没机会了，哦哦，我也没机会，我还有一个 TNT 啊，我试试看喽，好。我想说你超神，这个是空间的，有没有用 ？OK， 所以我现在身上有两颗无限宝石，我要收集五颗吗？还是应该是五颗哦？是要干嘛？告诉我啊，作者嘞，作者被打爆了，还是他可以合成啊？可以吗？合看，我可以哎，可以哎，假的 ，Mega Macrumu 啊？那什么东西？超级冰淇淋？啥？冰淇淋？不对啦，不对啦！什么？救急的稿子啊！救急的，他可以破坏什么？他可以破坏机缘？真的假的？他可以破坏机缘？这才是真正的稿子，可以破坏机缘的稿子在这里啊！他是不是认主人啊？他是不是认主人啊？哎，不能这样啊！可以，他真的可以破坏机缘吗？那要把我们甜蜜蜜的家给敲掉了吗 ？Better Rock， 超厉害的、啊。可不可以？哦，他没有用了，是不是？哦，没有用了，他失效了啦。先不要拿这个东西干嘛？敲这个吗？跳下去吗？跳下去吧，我才应该是跳下去吧。哦，有可能。可以破坏机眼呢，你看。哦，那你，哦，你看机眼呢？哦，好可爱啊、哦，机眼。好强哦！所以应该是要跳下去，是不是？那我们一起下去喽，准备喽。对 ，two one， 跳！等一下，耶！结束啦！哦，结束了。小小短短的、欸，哎、欸，我们成功了、欸，我们幸存了20分钟，我没有死掉，你死了7次。还是你爱的。Alright， 今天的极限空岛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宝宝会喜欢这种有趣的动脑解谜。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啊。大家喜欢，让我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0000次小可喜欢。只要你今天点喜欢的话，你就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到同一个孤岛上边。我偷偷都会把你们收为小妾 ，OK 吗？没问题。那么我们下次再见，See you guys， 拜拜。